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这个中山博物馆到底里面有什么宝贝吧。跟我来喽。开门，开门！太水啦，所以其实不是从这个门进的。应该说搞错了，那我们到楼下，这个售票大厅去看看。嗨，大家好，我是韦博，欢迎来看我。我们今天要去故宫，走。Yeah, 我们到故宫了，这就是台北故宫。然后，看到天下为公，再往里面走。乍一看，台北故宫的这个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啊。主要是由这个大门口的牌匾，还有左侧、右侧这几个场馆组成。都说北京故宫看建筑，台北故宫看文物，所以我们现在看看台北故宫有些什么厉害的文物。现在几点钟了？3:30。我们是赶4点有一场免费的讲解，然后就可以这个听专业人士告诉我们一下这个藏在台北故宫的一些珍贵的国宝啊和其他藏品。一些故事，不然我们自己看，哎，可能会看不懂哦。首先我们来到第一展览区，应该是到这边来买票。看一下这个票怎么买。台湾观众们，先看一下身份证件，有什么优待票。一个台湾，一个正常。OK， 所以另外一位是外国人。我大陆的是买外籍票是吗？哎，对，就是普通票。好。普通票，那这样两位的话。嗯，你们4点还有导览吧？哎，没有了呢，现在没有，有个人导览，就是机器导览，对对对。嗯，然后麻烦他们有一个证件，等一下归还机器还证件。好。结果这个攻略还是不太准确啊，我们还是只借了个人的导览。一共有3层楼，我们决定从3楼开始往下走，不知道这个顺序对不对，试一下。1楼很不起眼的位置，边上的一个角落前来有3尊大佛，但是他们是明朝的，这么大尊佛不知道怎么运过来。租借了导览，然后按导览的这个上面的标识，其实我们最想看的国宝级的两件像，翠玉白菜和肉形石都在3楼，所以我们刚好毛公鼎也在，所以刚好可以到3楼先看。就是这个302，国宝都在里面。刚刚才知道翠玉白菜不在这儿。去南故宫了，南故宫在哪？在嘉义是吗？还在台南？在嘉义。那我们只能看另外一个国宝——肉形石，还好，它就在眼前。不过说真的啊，这个肉形石长得像一块湘西的腊肉，有那种烟熏过的感觉，看起来拿个什么蒜苔啊。大葱啊，炒的应该还是蛮好吃的，可惜有点小块。终于找到了第三件厉害的武器，不对，是第二件，因为没有看到翠玉白菜。
但是这件呢就是毛公鼎，咚，这是我们家的哦，所以我这次来就是要把它带回去。它身上有一个孔，可以装酒，然后从嘴里倒出来，是不是很 gay 白很酷？这是战国的一个孔嵌孔雀石绿松石西尊，这边有两件相距了2000年的盒，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盒啊，具体是什么作用？一件是春秋的。这件是南宋的，但是在这个南宋的这个叫什么错金银提梁盒，这名字太难了。还有非常多可爱的小动物，应该都是神兽吧，上面还坐着一只小猴子。这里还有不少西汉时期的彩陶，个人非常的喜欢这只张牙咧嘴的狗，是超可爱，又凶猛又可爱。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拜拜。